只能要自己靠自己，一定要勇敢好好的活下去，就算再难过再痛苦你也一定要忍耐，知道吗？真是大笨蛋一个，你告诉我你还能做什么事？我讲话你听不懂是不是？我就用打的方法让你懂。小爱，阿信跑到学校去看人家念书，哎，这孩子怎么到处乱跑呢？我求求你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来了，我求你不要告诉木材行的人。让阿信去念书，可是他是个佣人。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东森戏剧台，阿信。